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广告放在全球访问最高的搜寻系 Google 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嚟？喺呢个视频，我哋教大家点样喺零成本情况之下达至呢个目标。首先，我哋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嘅海量数据变化。所谓海量 ，YouTube 每一分钟上传72个小时视频，我哋要三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将佢睇晒。Google 搜索有200多万。域名增加70个，网站每一分钟增加570个，邮件服务器发出2亿封邮件。我哋点样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两大搜寻平台，让我哋嘅产品喺全球众多竞争对手里边遥遥领先，让我哋嘅产品喺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我哋示范一个关键词俾大家 ：Mobile Magic Projector。呢个关联嘅数据带嚟系131万。Magic Protector 是手机保护贴，大家在这里看到首四个自然排位给我们摆占了，这里没有竞价广告，下面有一个都是我们的。第二页情况一样，第三页没那么多，我们回去 Google 在 Video 的页面再看一下，情况好不一样，全部给我们摆占了。第三页都是给我们摆占了。第四页都是给我们摆占了。第五页都是给我们摆占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Video Marketing 它在于它是永久为你增加外联。因为这些外联加强了你在 Google 的排位权重，让你们大大增加在首页的排位机会。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 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近在咫尺。大家手上的智能手机都可以发现 ，Video Marketing 的优势在于它是全方位展示你的产品的功能、个应用、个效果，让你的产品在很远的客方都可以在很近的距离体验到这个产品的优势。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 你所花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你都可以在互联网里面找得翻出来。在接下来的5月20号，我们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午报名表报名参加。同时，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视频平台。所谓全球化，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我们保证，我们承诺在大家的广告播出之前，绝不加插广告去干扰，让观众透过智能手机就可以直接观赏你的视频、你的广告，无需要下载任何应用程式 apps。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任何咨询的，大家不妨同我们联系一下，咨询一下。多谢大家。